刚才那个地方同样的一个人，在那个十字路口，在我过那个十字路口 Bloodworth North David Highway 那个十字路口，同样一个人，不好，他噪音，同一个人。因为这里是 Walmart 外面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那个人开车还是骑摩托车不知道，做好他噪音。那是2022年5月11号星期三的晚上，我在Walmart外面，刚到Walmart这里。被有人骚扰了，8点多，8点25左右，骑摩托车的有点像前面在十字路口那个叫 Bloodworth 和 Davis Highway 那地方，我过十字路口的背后，在我背后有人，在我背后做巨大响声，引擎声极大，漆黑，对吧？已经黑。漆黑，还有抽档，抽什么东西？臭草，有股气味，很烦。不要熏我就好，你哪里抽？故意。噪音的人骚扰，这是小蚂蚁，我都放东西了。Thank you.